传讯了。调石峰，看来他们对南巡很关心呢。一定要把这架直升飞机的来历查清楚。我是吴浩，请见北京周总理办公室。我写完了。哦，真快啊。
这两天我总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创作冲动，满脑子的旋律，看你什么都想应付。燕生，嗯，今天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嗯，领导上决定调我去参加一项紧急的国防工程会战。去什么地方？麓山工地。麓山工地。嗯。什么时候走啊？让我明天就走。那咱俩是以结婚的事儿。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你们俩是不是改日再？我们俩进去，老头的心情就会好的。这本来就会好的，你们好大本领啊！警卫员，吴伯伯，吴伯伯，啊、哦，哟，心情不好，还作画？无夫弄笔墨，反常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忘喽，忘喽。吴伯伯，您指的是不是五年前的今天，魏伯伯他没忘？没忘就好。先生，研墨，作画纪念。嗯。志峰啊，嗯，听说有人来调你到哪里？麓山工地。啊？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。都准备好了？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你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。你们年轻人呐，看问题太简单。也许是这样吧，也许，你看看，他还有个也许呢。先生啊，你写的那个曲子叫什么名字？未来钢琴协奏曲。未来。歌颂青春，歌颂劳动，歌颂建设，歌颂爱情，歌颂美好的未来。列宁说过，我们是未来的党，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。青年是我们的未来，是我们的希望。可你们也别忘了，列宁还说过，我们是跟旧的腐朽的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，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。先生啊，一些未来不怕给你扣上与时代唱反调的帽子？这可要有一点魄力啊。哼，是啊，现在有些人就跟你画的这个人一样的丑陋。那些人怎么能够和他比呢？我画的这个人叫钟馗。啊，原来你画的是专门捉鬼的钟馗啊。
师傅，去给我找图章去。哎。先生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黑不拉几的。在找他，自从他离开北京以后始终没有音信，这两年就连陈老总也难道说这就叫做革过去革过命的命？吴伯伯，嗯，我总感觉最近外面在刮着一股很大的风，是不是暂时把它收？哼，你这个钢琴家在乱弹琴，你们这些娃娃。帅参谋长。帅叔叔。风大，风大怕啥子？大风七夕云飞扬，正好战士出征上战场嘛。嗯，司令员啊，跟踪主席专列的直升飞机查清楚了，嗯，是幺零幺洞处的练习机。捉鬼图，好一个捉鬼图，好大的气魄。哼，先生啊，你还记得白居易放烟五首的第一首吗？记得。赠君一法绝狐疑，不用钻龟与注诗，试欲要烧三日满，辩才须待七年期，周公恐惧流言后，王莽谦恭未篡时，相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。王莽，像王莽这样委委谦让的人就是大鬼。先生，要想歌颂未来，首先要面对严峻的现实。吴伯伯，嗯，我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了，您有什么嘱咐吗？哪里去啊？去麓山工地。逆风行进，万事尽顺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说你来，高兴的我一夜没睡着。哦，你也有睡不着的时候。好，谢谢。哦哦，哑巴，一块坐我车走吧。好，走。哎，调我来干什么呀？参加08公车会战。哦，让你搞火箭的眼睛。哦。哎，对了，这儿还有咱们老同学吗？有，傅小虎跟咱们一起参加会战。好、哦。那太好了，好，上车啊。这是欢迎你呢，上楼吧。这一定是傅小虎搞的名堂。哦，这是冯芝同志，石峰，欢迎你，请。他是干什么的？林办派来的调研室主任于富利的机要员。哦。千奇百怪，没想到还有不带领章冒辉的犯人，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军内走资派，现行反革命。哦，哎，哎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该上哪上哪去啊？走，走吧，师傅。小虎，小虎，你看谁来了？小虎。哎呀，我的高太太，可把你给盼来了。吧，没有迟到吧？来的正是时候。哎，听说你当头头了。我算什么？什么任务啊？下命令吧。瞧你急的。哎，这可不像学校啊，需要的不是热情，而是冷静。冷静的像一台机器一样。得了吧，你别吓唬人了。二次大战的老家伙。是啊，现在战备需要，让他返老还童。哦，哦，忘了给你介绍。哎，来来，这位是我们的负责人鲍全同志，老同学，石峰，欢迎你。走，回宿舍，我做东，请你们。哎，走吧，走。好了好了，你都快把我吹上天了。你是飞行员，又是无线电专家，火箭的眼睛全靠你了。哎。咱们同心协力，啊！行，好。年轻人有颗火人心，更是在当尖兵。咱们三个人有多少年没有手挽手的一块走过了？怕有七八年了。可惜呀、啊，时间不能倒退。呵。
进来。啊，于主任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坐下坐下吧。怎么，喜欢音乐吗？喜欢。我也喜欢音乐，特别是咱们民族的东西。嗯，谢谢。走。我认识你父亲，我们在一起工作过。哦，可惜后来他在战场上牺牲了。那真是个好党员。你长得很像你父亲呢。啊，于主任，虽然任务十分紧迫，但是今天晚上不谈这个。编得很好啊，你们年轻要好好学点历史啊。哎，当前斗争形势很复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党内有人阴谋反对毛主席，反对林副主席啊。孩子，你是革命的后代，要争气呀。为了党和国家的安危，回去跟同志们研究一下，争取两个星期之内把火箭的眼睛拿下来，怎么样？啊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你看，我说不谈工作嘛，这又习惯喽。来来来，一起吃一起吃吧。辛苦你了。别再写借炮材料了，还落个炮打。
何必受这个洋罪呢？小鲁，你回来了，你还没睡啊？你干什么去了？哎，你到于主任那儿去了吗？哎，你们每天晚上都这样吗？你还不困呢？睡吧。苏小龙，执行任务。这个人恶毒的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，对他必须采取这样措施。你的上稿材料转回来了，宋小龙，执行任务。真不像话。这儿情况很复杂，咱们别介入。走吧。回来了，小龙，把老头押哪儿去了？小龙，你我同学五年，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出卖灵魂的人。中间这个老红军是我的好伯伯，就因为他反对再版前言，失踪已经五年了。我看救你的那个老头有点像他，不知他姓什么。
我想你不会不知道。小罗，我们可是同学五年呢。你哑巴了你？不行，今天你非告诉我不可。那个老头姓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他好像他姓什么？喂，你站住！石峰，我是石峰啊。魏伯伯，您怎么了？你说话呀。这些年来我们到处找您整整五年了。魏伯伯，当初你把我背过封锁线，今天我就是死也要把你从这里救出去。封锁线？你懂得什么叫封锁线？快走开，走开，不许哭。Thank you.
回来了。哦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撞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出了什么事啊？打架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打你了？真窝囊，连句真话都不敢对我说，算什么老同学好朋友？康孟德。谁？康穆德。康穆德，他妈的。师梦，你他的专利已到六号地区。谁是康穆德？谁是康穆德？谁允许你到这来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谁是康穆德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谁允许你到这来的？谁是康穆德？怎么回事？谁是康穆德？我是康穆德。为什么打宋小鲁？打了。怎么样？哼，打了就不行。送上来的活靶子，什么意思？他自己找上来的。为什么把宋小鲁打成那样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失手了，训练难免失手，这是阶级感情问题，你们要向宋小鲁赔礼道歉。走，找于主任去，跟这些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他算我几呀？连他一块叫教训教训，叫他回来，到我这儿找了一串人。继续训练。是。小虎啊，你这条狗真讨厌，到处乱窜，我怕它影响你的工作。哎，给。啊，对了，913研究所来电话，说火箭眼睛的电子部分已经做好了，你是不是派人去取一下，回来就可以总装了？你决定吧。我能决定吗？哎呀，我的老同学，又来了。
好，回头让小鲁派车送你去，等你回来咱们一起吃狗肉。嗯。干嘛不说话？没想到你变了，变得这么冷酷，居然下得了狠心靠走救过你命的人。你想沉默吗？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。记得这是谁的话吗？鲁迅。可在这个鬼地方，爆发和死亡是同一语言。别来这套了，臭知识分子。要干什么？你说吧。我想利用进城的机会，去看一看贺延生。撒谎。车子坏了，需要修理。嗯，多长时间才能修好？你估计呢？嗯，两个小时吧。嗯，差不多。好啊，老同学。这是魏伯伯让我交给您的。他的身体怎么样？蛀虫，一群革命的蛀虫，而且中央竟有人支持他们。铁公同志在报告中所写的问题，也正是近几年来我在思考的问题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，帝国主义反动派是打不垮我们的。最危险的敌人是那些和我们一样，有的也穿着军装，讲的也是马列主义，天天和我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开会的党内的敌人。因为他们最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，他们也在接受历史的教训，把自己打扮得比革命还革命。师父，要识别这些敌人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有时甚至是血的代价。我很快要到北京开会，到时候我把铁公的情况向总理报告。在我没回来之前，你们要尽量的保护你魏伯伯的安全。一定。孩子，要记住，任何营垒都不是铁板一块，要在特殊的环境中
识别好人和坏人。嗯，我明白。嗯，你有什么话让我带给魏伯伯吗？嗯，你把那张照片给我。好好的照顾照顾他。是，于主任。哎，宋小洛，你休息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军装都破成这个样子了。宋小洛，到，去给他搞一套新的嘛。我们党对待俘虏都要优待，何况对一个犯错误的老同志呢？是。烟是没有阶级性的，我的老魏同志。吕福利，你管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教同志不怕丧失立场吗？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嘛，今天是敌人，明天可以是同志嘛。其实林副统帅对你也是很器重的，当初只怪你老兄。哼，我看问题也很简单，只要你给林写封信检讨一下也就算了嘛。屁话，你给我滚！固执，固执下去会有什么好结果呢？会有结果的，千秋功罪，历史将会做出公正的判决。主任让送来的，谢谢。
火箭的眼睛。是啊。快设计完了。嗯，快了。这是杀人的眼睛。杀人的眼睛。是的，任何武器都是为了杀人。小伙，这就是你那条狗吗？这傅小虎可真淘啊。落叶聚散，寒鸦栖复惊啊。哼，您总是带着伤感。刚才来的情报说，南巡列车已经到了七号地区，各路诸侯都赶去开会，我们又成为害下之围的危险呐。早在预料之中。兵书上说，静如有音，动如雷霆。现在关键是抢先下手，应该马上向上面建议，为实战做好一切准备，突击装好火箭眼睛。我担心的不是火箭的眼睛，而是人的眼睛。嗯，据我调查，魏铁公在战争年代曾经救过两个孩子，有一个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。你说的是石峰？根据我跟魏铁公的接触，看来他已经跟这位火箭眼睛设计师挂上了钩啊。这将是可怕的联盟。难道火箭的眼睛要瞎？和康伯德商议一下，安排一个有趣的节目。